安怎？唔是要去银行问创业贷款的代志？因为你告诉你家己走，无等我，但是咱女朋友你放袂记啊？我当然无放袂记啊！啊，只是我想讲咧赶时间嘛，爱较早确定资金的状况，啊，大家先才会安定，啊，就莫计较遮的细节啊，好不？你讲嘛有道理啦，你是因为我的代志在烦恼，是我造成你的压力。咱之前有讲好，你烦恼的时阵，我拢会替你护肤的，安尼你的心情会变更好。你应该无放袂记。这想过未来无啊？啊，这些要安怎才袂吐切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哪有可能放不记？多谢你的魔力之手，真正让我心肝头的感觉好足多啊！你确定？其实拄只，我是超过伊讲颠倒病的，我想要看你的反应是啥。正经我心情不好的时阵，拢是你替我暖我白头，让我心情变好，甚至无偌久正经。你跟我约我去学校，迄时阵你阁会记个啊？我当然嘛会记，啊，只是我拄则咧想其他个代志，无真少听你讲个话，你莫计较我个语病好不好？晴天，有时阵我感觉你离我足远个，足生分个，有时阵。你阁是五年前，迄、那个眼中只有我的朱晴天，白白拢是你，是安怎你有两种无同款的个性啊？你敢会当甲我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若是是我的问题，我会当改。依琳，你真正想伤济啊啦！我对你的感觉同款拢无变啊，有可能是我这个人较含慢，无法度一心二用。啊，头壳咧想其他代志时阵，就无顾虑到身躯边的人的感受啊。干嘛呢？啊，不过我感觉你啊，是电视台学姐打电话来啊，伊伫啥物问橘子山公听会报道的代志，我先处理一下。喂，学姐。那会感觉晴天拄只个表情有淡薄惊吓。你敢不是我没什么事情，没让我知道。多谢学姐，那这样明天我就把报告放在你桌上。好。晴天，你有爹不？我拜托你快出来啦，你若是有爹，回答我一下。晴天，你总算是出现啊！你今来当啥工啊？若无你的男朋友就要看破我的脚手啊！你两个不是要去银行办贷款？就拄只一零超过伊要试验我，啊问我你两个单独相处的时阵讲过的话，我哪会知影这么侪细节？所以就吐切啊！啊，你紧来救我！若无我无法度安待一零呢。好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安静小姑姑，你别烦恼啦，一零交给我应付。跟学姐讲完啦，无问题啊。当然嘛，无问题。安怎？你在烦恼我？啊对啊，啊拄只接电话之前。我要把你的问题回答完。你现在心里有什么疑问哦？问一下问。
我拄则想要讲的是，你有时阵对我若即若离，有时阵阁真正常，甚至我感觉你有两种无同款的个性。你是不是有双重人格？汪依琳，你太有想象力了啦！啊，我就是朱晴天啊，我过一档是啥啊？啊，不过我的晴天绝对袂用迄款眼神看有妖哥啊！你应该甲伊无直接着啊，才有顶界浪浪圆，伊个拄只伫个有妖哥咖啡厅，我拢有注意着。你看伊的眼神，拢有一种同情、唔甘，怀疑咯，就是真复杂的感觉啊。你在吃醋啊？哎呦，你别误会啦，我对伊的唔甘，也是同情的情绪，迄是因为伊到今嘛还无法度甲安杰小姑姑放下，而且因两个今嘛阁阴阳两隔，永远拢无机会阁见面啊，所以我只是感觉伊足可怜的。敢真正是安尼？当然嘛是真的。那无我是有啥物其他的想法啦？男朋友，安尼我敢有回答你的问题啊？好啦，我知啊，我袂阁问啊。好，那呢，咱赶紧去银行问创业贷款的代志。今天奈讲完电话转来，你管是谁尴尬，阁转来啊？敢真正是因为我伤过敏感吗？啊，是像啦！哎呦，盈盈啊，你看到四大人嘛，袂晓拍招呼，你是把咱母家的家教囥伫咧厝内面，袂记你早出门啊？四大，你看起来哦，是有够臭老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要做人是多，让人尊重吼，你还阁足拼的。看起来你的目色真正无啥好呢。你无尊重我，就是无尊重你的阿嬷。不管怎讲，我拢是你的阿嬷钦点的台湾好媳妇。一个伫咧订婚的时阵，椅仔拢坐袂在的人，阁孝顺地来补假，真正是笑破人的嘴。哎呦，安尼你的嘴可能爱破气啊哦，因为我甲信贤哥真紧就会结婚，到时阵你也是爱叫我一声阿俊。咦哦，等你结婚再阁讲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嘛唔免烦恼伤早啦。无得卡，阮阿叔还阁有阿嬷，是有白气图，才会你来占这个西亏。你哪会当讲信贤哥会抱起西葵啊？你这样大逆不道！你的阿妈阿婆信贤哥一点就生气的。哦，你要做尿白啊？做你去尿白要紧啊！看到时阵吼，因会相信谁？敢做唔敢当？等我嫁过去，我一定会替大伯好好甲你看家，卡免咱母家的面子拢互你下了了啊！你吼、哦，真正是面皮有够厚呢。一个吼电视台踏出去的气象主播。我伫讲家己是母家的人，阮母家吼会接受你这种白目的三八查某吼，讲我阿妈无白的气度吼，我才输你啦。吴怡，你竟然讲我是三八查某，敢不是？像你这种无背景的人吼，敢那会晓靠恁客爸四界食人告告的人生失败组，我安尼讲吼一定就仁慈啊。你嘛无爱想看麦，恁客爸吼只是阮外公饲的一只狗。啊！你这只傻母吼，看到主人还唔较巴结，搁叫你红声，吴怡！你咧拍人拢会吓到，真正是足了嘞！吴怡，好歹你敢卖走啊！啊！你这个三八子，想要跟我斗，差足远的啦！吴怡。我叫你卖走，你无听哦！你这个三八子是有被虐狂哦！
你拄只伫个内底，互我洗面还阁无够，即马阁摇出来吐皮疼、哦。我是恁阿静的未婚妻，你无较巴结嘞，叫我一声阿静就最无礼貌啊！阁乌白替我取绰号。三八子你无介意哦？安尼叫你后爸好啊啦！你敢跑啊？我讲过啊，我要替大伯好好甲你教死啊！你真正是气话半下，唔知死活！跑啊！王军，站住！彩虹是西医。好、哦。刚才在这拄到你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查某伊真正原来哦，蒙子是你的小妹，我讲是亲小妹。是啊，只是无多做伙尔。系啊，只想了蒙子无做的阿静，嘛爱做我的小姑啊。我真正有够糊涂，差着知影因爸母是卖面的，看开爸妈嘛是，两个佫共生，我竟然无去想到。哥，你嘛是识这吴盈盈哦，阿爸敢知影？尤其是阿哥有一个人，我甲阿爸阿母已经足熟个，而且吼，伊嘛足介意我。哦，啊，阮爸敢知影？你嘛是识我，我要回去甲阮爸讲，你甲我嘛发生足济代志。哥，我甲你啊，大伯。大嫂，恁、啊、一家人嘛伫个家食饭哦，哪会这样拄好啊？你嘛来食饭诶？是啊，我甲朋友伫个家食饭，顺便讲一寡生理。恁哪会？爸妈，阮拄只伫咧开讲，即马讲煞，会当回去啊？看起来。有盈盈就介意过诶，吼吼，一声趣味啊！你上好给我较站站，若无就算我阿妈阿哥阿姐做你的靠山，我同款会母家，互你无法度入去母家的大门。